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十月三十一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台南市政新闻处主办，中嘉宽频三冠龙祥主车承办的公用频道嘉年华活动，29号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登场，邀请民众做伙去认识公用频道，推广媒体经营权的观念。现场会当看表演、耍游戏、摕奖品，吸引济济民众参加，非常的热闹。为了让民众认识公用频道，推广媒体拢会用个使用公用频道的观念，由台南市政府新闻处主办，中嘉宽频三冠龙祥主车新办的公用频道嘉年华，29号下午伫个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来登场。一开始由奉天神鼓，再来撼动人心的太鼓表演，为活动来揭开序幕。现场包括立委陈廷辉、各区的区长，以及真侪民意代表、贵宾拢到场见证，用心拍开公用频道的新世界。3、2、1，启动！世界秀出影响力公用频道嘉年华活动开始。我们的公用频道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有更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个产官界的一个想法，然后也可以一起在这个平台当中接受更多大家的知识，从教育、从文化艺术，还有我们的公益，我相信这是我们给小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平台。我想大家每天都在看有线电视，但是不知道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公用频道。那今天新闻处跟我们中嘉宽频特别为了公用频道一个推广，在这里举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包括很多摊位可以逛，还有很多有奖征答，还有摸彩品。我想非常琳琅满目的奖品也好，精彩的节目也好，在今天下午会在这个舞台来正式来展开。那今天很谢谢大家来到这边，我想话不多说，我们让很多精彩节目开始来展开。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承办这样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台南市从民国88年有线电视双子星跟三冠网这边成立以来，其实就提供第三频道作为我们民众来做公用使用。那刚刚主持人也介绍过，其实这个频道是完全属于我们台南市民的，所以每一个市民如果你想要用，然后他没有任何的盈利的行为的话，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会中除了东森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现场唱跳秀加有奖征答，吸引小朋友热情的互动抢答，还有小精灵舞团的肚皮舞、玉山国小的独轮车等轮番表演，相当精彩。加上各卫星频道的互动闯关、龙特产的展售会以及公益团体的宣导，让民众有吃还有耍，还有知识好礼大放送。最后大会也抽出43寸的联网电视的大奖，由东区的幸运者邵俊明得奖，也让活动顺利来落幕。希望明年会再在相会。台南新闻综合报道。2022台南创新研发成果展以提悬产业竞争力和推动公共服务数位化作为主轴，在营地创新育成基地举行集邮厂商颁奖典礼。今年总共有48研发计划顺利结案，并且完成目标，累计投入研发的经费超过1亿2000万，促成投资的金额超过1亿6000万。由经济部工业技术研究院补助，地方型 SBIR 创新的研发，今年总共48件顺利来结案，并且达成目标，包括数位转型、自驾漫游、绿能科技、5G 领先、甲新创事业等，补助金额4500万，促成投资的金额高达1亿6000万，不但带动产业的升级转型，并且秀出台南产业的竞争力。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111年度台南市 SBIR 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的颁奖。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有蛮多厂商，事实上都有蛮多新创的这个 idea， 尤其因为这个产业转型的需要哦。那有其中有人工智慧的，有 5G 联网的，有更多许多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科技。中间不乏大厂，也有小厂，
所以不管是新创，不管是这个大的企业或是地方型的企业，事实上都很需要这个加以研发创新。只有不断的研发创新，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总计光是111年度，今年度到目前为止，我们 SBIR 的计划核准的金额就已经有1亿2000万元，然后投入的投资金额高达1亿6000万元，这些都会带动相当多的产值，也对于地方企业它的一个寿命的延长，而且能够更适应时代的潮流，更有强的这个生产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次核证的石油厂商有科技、工业、生物科技和工作室等总共13间厂商。另外，市府经发局阿个加码设立主题式的联名，推动市府公共服务数位化。得奖的厂商包括奇美车电，开发应用伫个公车智慧交通安全系统，以及结合在地有线电视业者，开发热区人流口罩影像的辨识系统，总共14间业者来得奖。台南新闻林根彩虹报道。立委陈天辉甲议员陈义丁、创展周丽丁、第一个是专家，举办庆祝泡泡派对。因为靠近万圣节，所以议员阁特别打扮成南瓜姐姐以及魔法姐姐，来甲小朋友互动，现场非常的热烈。各种造型的泡泡满天飞舞，小朋友欢喜的伫遮咧佚佗。这是由台南市议员陈义丁、蔡旺全、周丽丁所举办的亲子泡泡派对，立委陈天辉也特别到场支持。举办的时间刚好是万圣节，陈义丁就化身南瓜姐姐，甲小朋友欢喜的合影；周丽丁化身魔法姐姐，发糖仔给每一位小朋友；蔡旺全拍着巨大的人偶，甲小朋友一一搭手。三位议员伫现场甲小朋友耍甲非常欢喜。那今天我们在东东转角艺术中心扮演万圣节泡泡派对活动，希望小朋友能多多走出户外，不要都在山西面前。今天的那个泡泡派对，我是扮演一个大玩偶，然后让那个孩子们跟着他们一起的快乐，可以跟他们 give a five 然后也让他们捶一捶。希望说这是我们菲菲姐姐亲子活动的系列，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泡泡派对的活动，传统的这个选举活动都是大人在上面讲话，我们希望选举活动不只是大人听着大人讲话，我们希望把这个舞台给孩子，让孩子呢可以玩得开心，那投资下一代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那因为万圣节要到，所以今天以真也特别呢打扮成这个南瓜姐姐的造型呢，也希望也能够跟孩子们一起同乐。立委陈廷辉表示，自己跟议员长期在中央跟地方合作，认真打拼，除了为在地发展来努力，在教育、育儿这议题都有持续关心，并积极争取相关补助和政策的改善，为的就是要给孩子更完善的照顾。这次举办亲子系列活动泡泡传统，就是希望孩子能走出户外，把政治变得温馨，希望能得到选民的认同。台南新闻杨顺怀彩虹报道。因为庆祝泡泡派对真受到欢迎，所以议员周丽丁也在湖滨公园举办一场泡泡派对活动，吸引真侪家长带囡仔去佚佗。在疫情渐渐解封的时刻，大小朋友拢耍甲真欢喜。囡仔伫泡泡的包围之下，耍甲非常欢喜。现场嘛下起了暴风雪，和囡仔尖叫声不断。这是台南市南区安平区市议员周丽丁在安平湖滨公园所举办的亲子泡泡派对，吸引了姐姐爸爸妈妈带囡仔来放灯。可以亲子有玩乐，能带孩子多出来走一走，就是不要让他关在家里啊，看看大自然这样。对，小朋友好不好玩？好玩。李伟陈天辉嘛特别到场支持。表示周丽丁长期关心囡仔的教育以及育儿的相关福利政策。周丽丁也讲到，伊家己嘛是两个囡仔的妈妈，想会当打听爸母的心声甲需求。因为丽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丽晶知道说吼，做妈妈吼很不希望小朋友吼都一直在山西面前，所以吼才会在大自然的公园吼举办泡泡派对活动。
那也希望哈，因为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哈比较能知道妈妈在想什么，爸爸妈妈在想什么。所以丽晶一定哈在市政府市议会一定哈会加强我们的亲子教育哈，会努力来打拼。他可以看的方式，和原本传统这些的选举变成轻松活泼的活动。除了让大人囡仔伫假日的时阵拢有好去处之外，更会当让候选人甲选民面对面，让选民了解家己的政见。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莱苏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学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莱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我们隔壁里活动中心在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它里面都有在讲到行动美容，还有在学精油皂，这是我很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东西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单，安愈有信心，我就来卖朋友，卖朋友又介绍一些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在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为了提供原住民族文化原生亚运文化节，在一月五号将在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闹热登场。
今年活动主要是结合音乐会来推广关注民族的音乐以及传统的文化。在口碑国小学生的歌声当中，宣布2022原生亚运文化节将伫咧10月5日登场。这一次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十亿。为什么是十亿呢？因为11周年了哈。然后我们原生亚运西拉雅文化音乐节，我们是把所有的原住民集合在一起。那就如大家所知道哈，现在宪法法庭已经承认西拉雅是原住民，所以我们原生亚运是西拉雅的韵味，然后全部的原住民我们一起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中，我们来欣赏哈，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我们来欣赏音乐。文化节活动一定在台南市举办第10回，显示着政府对西拉雅族的重视。市长黄伟泰特别出席记者会，为活动做宣传。许多优质的歌手都是原住民朋友，因此呢，我们很希望说，在11月5日啊举办的这原生雅乐的活动，能够吸引更多，不管你是不是原住民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来看一看，听听悠扬的乐声，看看我们原住民的朋友他的唱歌，那也欣赏一下优美的歌声。西拉雅族第十期曾经的记忆，把失去的记忆找回来，这条路经过这一段的努力，才重新得到文化以及祖国的认同。希望持续推动着这款的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台南有一位57岁妇女，因为肩胛头酸痛，原本想讲是老着筋，后来因为痛痛范围愈来愈大，经过病医复健科检查，发现是肩旋转肌撕裂。经过2礼拜药物和复健的治疗，最后采用静心注射和自体血小板 PRP 注射才有改善。台南市立病院复健科医师钟玉婷表示，肩关节是人体活动度上大的关节，而肩旋转肌群是负责肩胛头活动时的稳定性。但如果日常生活过度来使用，或者是不良的运动姿势，容易造成旋转肌肌腱的受伤，通常都是先靠药物和复健的治疗。如果无啥改善，才会靠增生注射或者是自体血小板的 PRP 注射治疗。一般来说，肩膀拉伤的话，可能在我们过用力过猛的状况下就会发生，或者是突然提太重的东西的时候。那拉伤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造成一些肌腱或者是肌肉的一个发炎的反应。那通常在休息的状况下，然后不要再让肩膀做一些负重的动作的话，其实会自然的修复。一般来讲，应该要在3到5天内，应该就是要恢复到正常的状况。那如果是受伤的肌转比较大一点，然后或者是造更大的话，那可能那个慢性的发炎就有可能会造成肌腱的破裂，那这就是组织上面的损伤。那有时候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光靠休息就会改善，可能就是会需要药物复健或者是增生注射的介入这样子。增生注射呢，它主要就是因为借由一个我们施予一个外来的东西，例如说高浓度的葡萄糖水或者是 PRP 来促进组织的修复。那他们两个的差别是在说，因为葡萄糖水它是去引起一个发炎反应来吸引我们血液里面的血小板跟生长因子来到我们这个受伤的地方，来启动一个修复的反应。那如果是 PRP 的话，它就比较直接，它就是直接把血液抽出来，我们直接把生长因子抓出来，然后打到我们想要它去的地方，所以相对来讲浓度比较高，那当然效果也会比较及时。医师强调，透过超音波导引来做注射，也原理就是将生长因子注入在破损的所在，刺激组织来修复。一般大概伫个注射以后4礼拜会当追踪肌腱修复的状况，依照个人破损的程度无同，平均大约需要3至6天的疗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北区开元路的社区大楼，为了让住户感受万圣节的气氛，特别结合将近20个单位举办魔法学院参观活动，透过变装和参观的游戏，让民众感受万圣节的趣味。活动有吃有玩，还有奖品的档客，吸引200位住户民众参加。位伫咧北区开元路的社区大楼，29日下晡，大小朋友化身各种妖魔鬼怪。参与趣味闯关，就连恐龙也咧拍电脑，场面是相当有热闹趣味。陈世宪，万圣节快乐！
为了让大户感受西洋万圣节气氛，陈大成管委会特别结合学校、补教业者、餐饮业者、帮总业、阿狗美容业等二十个单位，共同举办陈大成魔法学院通关活动。各单位设计真侪游戏关卡，和平众参与。看到社区举办这款趣味活动，大户拢相当的肯定甲喜爱。很好玩，而且我觉得很棒。对。因为活动是配合万圣节，现场有真侪单位拢有假鬼假怪元素。大人囡仔变装装扮以外，就连食的嘛相当的应景，配合活动的精心设计，也特别以万圣节为主题，设计出相关精油皂，和平众闯关兑换。那他们只要闯关穿服装，就是变装成今天的这个万圣节相关的服装了，我们就可以送有一些糖果啦、礼物啦、精油皂啦，还有南瓜精油皂这个部分。陈大成的管委会，还有我们直隶市长、我们王理事长啊，热情的邀约，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来赞助这一个活动。因为这种活动是管委会首次举办，看到大户反应拢相当的好，管委会表示。未来阁会配合无同的节日主题，设计无同的活动，和大户参与，增进厝边互相感情。但是，文章所为采访不得。台南大学创新育成中心向劳动部申请计划通过，办理 AI 数据分析、甲智慧应用人才培训班，以及科技美容保健营销人才培训班，分别伫个台南大学。邱德科大甲华德讲家开班授课。劳动部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三亚新尖兵企办计划，其中的科技美容保健营销人才培训班，伫咧27日正式启动，整整两个月课程，为学员安排了科技美容、仪器操作、新奇产品、媒体营销等课程，协助民众学习一技之长。劳动部的产业新尖兵计划，那其实这个计划在我们中心已经执行了两年了哈。那过往其实一直有很好的成效。我们透过这个劳动部的计划，把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那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跟研习，那希望能够让这些年轻人透过这些课程，能够找到未来更好的工作。这个课程是叫国际行销，那国际行销就是说我们有学到一些像产品的销售，还有一些像我们在专业上的。销售。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些专业的课程，就多元的专业，像科技美容，好一些医学美容课程，还有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操作使用。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有让学生来参加我们的企业参访，那带他们去企业参访是由中游的来苏咖啡呢，去门市呢，上课，顺便让他们知道门市怎么来做行销这个部分哈。在这个科技进步、社群网络发达时代，除了爱学习专业技能以外，在媒体营销部分，当然也要兼顾到负责课程规划、精心设计。这次就特别邀请到中嘉双子星三冠王总经理陈建春、客位徐先秀以及线顶的记者，甲学员分享媒体营销的重点。我们的变焦就是，我一开始可能是糊的焦，可能是糊的，然后变焦变到有焦这样，所以就是变焦镜头。然后所谓的攀呢，攀就是这样。这就是攀，这都是一些运镜的镜头，所以你们可以多拍摄影片的时候可以多用玩一些镜头。他主要是想说可以学一些不同的行销，啊，以后在以后的工作上如果有一些需要国际性的或是一些不一样的行销方式，啊，可以透过这个课程来学习到不一样的知识。这个课程的当中的内容行销的部分还蛮丰富的，然后也蛮期待接下来之后的各位讲师的一些分享，然后也希望从这个课程当中有助于未来，因为本身的规划有比较偏向于走美容相关的工作室的一个规划，那也希望有能够帮助到辅助到未来的职业，可以上一些行销啊、英文啊，然后美业之类相关的课程，这样就是多对多进修，然后增进自己这样子。除了一系列美容实作课程，科技美容人才培训班，伫咧11月25日，也会前往中嘉双子星三冠王电视台参访，实际体验做主播报新闻、影片制作的课程，让学员为技术沾边，一直到媒体营销的部分，拢会当有相当的接触甲了解。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
感谢你收看10月31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